这个508这一题啊，508的话，基本上哦，它就是要计算两个正值最大公因数哈、哦。那其实两个 x 跟 y 好了哦，它的最大公因数要怎么计算？当然我们也是这样，可以分两阶段来写。所以第一阶段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怎么写？啊，这一题应该相对比较简单啦。所以这里的话一样哈、哦，不过这里哦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哦，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题目哦。这个题目给我们的蛮特别的，它输入什么呢？它输入不是像我们之前是输入12 enter 8 enter 对不对？但是它这边是12逗点 8， 意思就是说呢，它输入给你的东西哈、哦、是两个数字，但是是放在一起的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今天呢输入之后的话，那12逗点 8 input 的话，一定变成12逗啊，那一定是个文字。那可是问题来了，我要怎么把它切开来？有没有？它有个逗点嘛？那当然你会想到用 split， 其实除了 split 之外，哈，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什么？用 eval， 你不能用 int 哦。那 eval 的话呢，哈，你把它放给 x 的话，基本上的话，哎，我这一题哦，两个哦，好。这 y 可以拿掉了，其实应该这样子，输入12逗点8的话，那直接就丢给这个 x 就可以。不过我们分阶段来看哦，待会会跟各位讲哦，如果说他一次输入两个，我怎么去接他啊、哦？那我们先用第一个方法，我们先暂时哈、哦，先不用那个第一个方法哈、哦，就是那个把它切开来，我先乱一次给各位看一下哈、哦。那比如说我今天要求什么呢？ 12 enter 8Enter， 它的最大公因数，哎，我怎么可以算出是4啊、哦？其实几个方法哈、哦，但我们可以用什么呢？用一个回圈就可以得到结果。那所谓的最大公因数啊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我这边有个我的解答里面哈、哦，那我有把那个维基百科的重点，它这边有讲到了啊、哦。所谓的最大公因数哈、哦，是指什么呢？能够什么呢？整除多个整数的最大正整数，哦，那它不为零哦。OK， 我好像解释完，好像还是啊，大家应该知道意思啦。以前这个是数学的，小学数学的题目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，我的习惯什么，画一冒号，意思说你帮我一直去除，然后呢，除完之后得到的最大值留下来。哎，所以哦，我要怎么做？如果呢，哈、哦，那特别注意哦，底下会有一个累进值，就是 i 一定要一直增加，哦，那 i 预设值为一好了，哎，也就是我从一开始帮我算，那一带进来之后的话呢，假如说呢哈、哦，这个 i 的值呢，如果大于 x 或 y 其中一个的话，那就 break 掉，意思说大概就跑到多少？如果12跟8的话，跑到8就停下来了 ，OK 哈、哦，那。如果呢能够被整除，最大公因数一定要两个数字都整除嘛，所以呢 ，x 如果呢哈，哎除以 i 的话哈，如果能够整除的话，而且能够被，就是意思说能够被12能够被8同时整除的那个值，帮我放到 GCD 这个变数里面 ，OK， 然后当然呢一一定可以的哈，不过其实应该一可以跳过，因为一能够。不过也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，最大公因数一也有可能，对，所以还是预设值还是要一啦，因为那再来的话2可不可能？2是嘛哈、哦，啊再来就是3不是，再来就4啊、哦，所以最后的话呢5不是6，所以最后的话得到的就是4这个值，那最后的话我就把它 print 出来，哦，把它执行给各位，那一样哈、哦，除了那个12跟8之外的话。另外这个题目还有要求我们用另外一个，我看看这个地方用4跟6、哦、4跟6，所以4 enter 6 enter 得到应该是2、哦、不过你会发现、哦、我现在这样的写法、哦欸、是分两次输入，可是、哦、有同学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直接输入12逗点 8， 因为这个题目里面要求 12逗点8的话，那我该怎么做？特别注意哦，你可以这样做哦，把 y 拿掉，然后呢，直接怎么样，在 x 后面加一个逗点 y，
OK， 哎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在输入的时候特别注意哦，那我就可以直接输入什么12.8，那因为 input 的话一定是个字串，那特别注意哦，那个 evil 哦，我看官方的说明哦，它有个特性，我发现它基本上哦，只是说帮你把什么呢，外面的这个字串的符号哦，帮你把它去掉而已。 哎，所以去掉之后变成12跟8，那12跟8其实里面有两个数字，那两个数字前面刚好有 x 跟 y， 哎，所以刚好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哦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我们试试看啊，如果这样可以的话，那基本上我就不用输入两次了哦 ，OK， 特别注意哦 ，y 把它delete 掉，然后前面就放 x 逗点 y， 那我们来试一下，这样 O 不 OK 啊？底下的话不用改哦，执行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输入的话就。 不能用刚刚的方法，不能用12 end 哦，是12.8，那我就丢过来 evil 去掉字串符号，把12 放在 x， 把8放在 y 的话，那这样结果 OK end 一下，哎，得到就是4了 ，OK 啊，所以这一题的话，请各位试一下哦，这边的话呢哈，我在云端上是分别放 x 跟 y 的 input 啊，请各位也试着改一下哈，第一个，来画面还给各位一下哈。 那再来的话呢，这一题当然后面还有个部分就是说，请各位哈，哎，再把它怎么样，把它改成用函数的方式写，哎，怎么改？啊，那个改成函数的话，其实写法哦，跟刚刚讲的那个方法哦，大致上也是一样，就是怎么样，输入跟输出哈，摆在底下，然后呢，把计算的这一段程式，把它放在 function 里面。 最后用return的方式，哦，OK，把资料把那个结果传回来哈，试一下哈。其实除了用那个画回圈之外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其实用 for 回圈好像其实应该也是可以，而且应该会更简单的样子，哦，有没有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会发现哦，一初始时画有一冒号，那这边的话呢是它的步进值，所以如果说要把它改成 for 回圈的话。 那当然，第一个了哈，我们这三行就不用。我之前有讲过嘛，有没有？可以把 for 回圈改成 while 回圈，那当然也可以把 while 回圈改回 for 回圈嘛。只是说你要哪一个比较适合而已哦。OK 哈，那所以如果我今天呢，假设要改成 for 回圈的话 ，for i in range， 所以固定嘛哈 ，range 的话呢，那我们一样是从一开始，有没有？初始值等于 i。 等于一是写在这里，然后呢，到哪边停止？哎，停止的部分的话呢，哈，当然就是，到 y 加一，哦，就是到 y 这个值停下来了。OK， 哦，也就是说，大家比如跑，假设 y 是8好了，那就是跑到8就停下来了，哦，因为全部都要跑一遍。那不过呢，哈。 目前呢，你想说，老师，那我这边可不可以改成 x？ 其实 x 也可以啦，只是其中一个数字，应该我试应该都 OK， 也就是你这个地方用 x 或用 y， 其实都可以，只是后面是多跑的，哦，啊，但是只是效率而已啦，其他我觉得是不影响。OK 哈，好，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，跑完结果看一下，应该理论上应该是 OK 的哈。如果用 for 回圈，这当然你们可以再试一下， 12.8 int， 哎，是没错。 哦，其他的话，其他值也许可以再把它试试看啊。OK， 哈，所以其实可以把那个画回圈改哦。这第一个，第二的话呢，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什么一个 function， 哎，制定，题目里面有规定嘛哈，在题目部分是它是希望怎么样，最后呢再传给一个 compute。OK， 哈，那 compute 的话呢，特别注意哈 ，x 跟 y 的话，那第一步一样，在第一行按 enter。 打一个 df 空一格 compute 小括弧里面的话传什么？干脆一样 x 跟 y 好了哦。好，按 enter， 第一步完成。第二步的话呢，请你把除了输入跟输出以外，中间的程式怎么样，把它搬到这个 df 的下方，按个 tab 键。OK 哈，第二步完成。那再来的话呢哈，我们。 就针对这个程式哈，那做完之后的话呢，必须怎么样？它其实最重要是把这个 GCD 有没有这个最大公因数哈，把它
return 回来，哎，所以特别注意啊，这个地方的话，我就是在最下面一行增加一个 return 什么呢 ？return GCD 这样就 OK 了哦。好，所以把中间计算的部分加上去之后，多一个 return。那 return 的话呢，就请你把这个 print 这个地方直接改成 compute x 逗点 y 就可以了啊，就把这个 compute x 逗点 y 放在这里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大功告成了哦。所以特别注意哦，我大概也没几个步骤了哦。所以如果你要把那个每个步骤大概注意的话，一把什么呢？上面增加这个东西，一；二的话呢，把原来的这中间这一些程式放到上面去，并且按一个 tab 键。 OK， 这样哈，三的话呢哈，那我们就是在最下面这个 function 的最下面加一个 return GCD 啊，所以一这是二，这是三，那四的话呢就是把上面这个名称怎么样，换的把它复制到这边来就可以，这是第四，好就完成了，我们来试一下，应该理论上这样就应该完成哦，然后 run 一下执行。 如果我今天输入什么，输入12.8，那应该就输入完之后放在 x 跟 y 里面，并且把它传过去，做完那个最后的最大公因数是4，那就把4这个值 return 回来，那并且 print， 哎，没错 ，OK 哦，另外好像它有个6跟4 enter 2，OK 好，那这样的话。 这样就大功告成，那请各位试一下这个最大公因数的这个程式的撰写哈，可以用画回圈，也可以用 for 回圈，两个部分其实都可以哈，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，尽量看看，不过看起来好像似乎用 for 回圈哦，程式会相对精简一些啊，程式等于是说画回圈还要多写。 这个初始值跟那个步进值，那 for 回圈就不需要初始值，也不需要步进值，好，所以这如果把它删掉的话，基本上这样应该也 OK。好，这样 for 回圈写 ，OK 哈，试试看。